是有啥物代志啦？你还约出来，伫公司袂当讲啊？啊，就无方便伫公司讲啊，所以才找你来遮个啦。哎呦，安尼雄雄这么严肃，啊，我是应该对你紧张哦。是，你确实应该紧张。啊，我嘛好这件代志哦，要烦死啊！你看我皱纹搁加两条安尼。哎呦，还好啦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有啥物代志啊？丽人来找阮爸，伊敢那怀疑恁爸爸的死可能甲阮爸有关。啊，我是真正唔知影，阮爸过去有甲丽人因爸合作做生意啊。安尼，恁爸安怎甲丽人哥讲？啊，伊当然讲甲伊无关系啊。丽人哥敢有伤心？你想咧？啊，丽人就是一贯拄着问题哦，伊想办法解决的人。伊还袂调查清楚进程哦。你是不相信阮爸讲的话的人，林慧，我问你，杨家逃亡了后，你敢知影恁爷娘家的造船厂，敢是阿进接手的？确实是啊，啊，不过若是照阮妈的讲法，迄当阵造船厂发生公安意外，有一个工人死去，所以造船厂的钱拄好摕来赔偿受害者。真的是安尼。不是安尼，是安怎？无啦，无安怎啦？啊，你嘛知影，咱这辈囡仔哦，做伙大汉，啊，感情拢足好诶。啊，不过时代过去的文化哦，咱知影有限，甚至无法度完全了解。你讲成啥物意思啊？林慧，你敢有想过，若是过去发生的代志，比咱想的搁较严重？甚至更加黑暗，安尼咱是要安怎？阿伯，明慧，你哪来？哦，我来找阿伯啦，想说来给尤爸看一下，尤爸人诶。老尤啊，他给客人送餐去了。啊！是隔壁阿婶啊，因昨昏寄生囡仔，啊，请阮爸做个小酒鸡。啊，人原本讲家己要来摕，结果阮爸吼坚持还是给人送过去，伊就出门啊。你别看这一锅烧酒鸡啊，不大不小的，提起来还挺重。趁热送过去，他也比较安心。怎么啦？有心事啊？阿伯，我有一件最重要的代志，想要问你。我们家里刚好吸干。好，我这边收拾一下，我们上楼聊。敢讲明慧和你得求婚啊，所以来找德胜阿伯参详。明慧，啊有啥物代志啊？啊是你得来找你哦。无啦，甲你得无关系啊。是啊，美女，这件代志牵涉足侪人，我无方便甲别人讲。明慧，我们上楼聊吧。真正甲你都无关系吗？还是讲明慧惊我予伊压力，所以无想要予我知影？所以你连跟伊爸爸的事，甲任何人拢无关系？话也不能这么说。其实认真说起来，庆娘应该是被放高利贷的人所害。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才会走上绝路啊！啊，不过是安怎？迄时阵杨贝贝不爱伫家，甲银行借钱就好，一定爱借高利贷。那个年代借钱没有像现在这么容易，放高利贷的人就因为看准这点，钱好借。但是庞大的利息却可以压得一个人喘不过气来。你伯父虽然有责任，但庆良造船厂。确实是被放高利贷的人所压死的。当初你妈要你伯父去报关行多学习，也是希望他能脚踏实地的做事。但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伯父看到有赚钱的机会，就去怂恿杨先生。但最后事情一发不可收拾，你妈念着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就出手帮他。可能也因为这样，丽妍才会觉得。算讲事实，即马不管是倒一种，我想丽妍伊的立场已经是真清楚啊。伊就是希望
你莫阁对伊有任何的希望。你甲伊，就敢若是罗密欧甲朱丽叶共款。就算讲今日是无我，恁两个人嘛无可能有好结局的。不怪你还阁会怀疑是大伯害死因爸爸。迄当阵，大伯若是选择卖相片，甲杨伯伯做伙承担责任，面对难关，还说杨伯伯即马人还阁活咧。你说这些都是事后诸葛吗？其实杨先生会走上绝路的原因有很多，而且你妈当初也不是没有想办法要帮杨家解决债务，只是到最后，庆良还是没有过自己那一关。明慧啊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些陈年往事啊？如果你真的有疑问，怎么不去问你妈呢？阿伯，你嘛知道我妈足巧的，我才讲头，伊就知影买啊。啊，我若是吼，甲伊问杨家的代志，反正伊阁会想讲，我是毋是甲丽妍哥还阁旧情难忘？我无希望伊白想啊。那你有吗？我人生在世，很多事情都需要理性的思考，唯独感情这件事情。你要听从自己的心。我要是听从自己的心而不顾现实，最后因为我家己的感情伤害到爱我的人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当初你和丽妍分手是因为这件事啊？不然阿伯去帮你跟他说一下，劝他把过去放下吧。无啦，这是两回事啦。迄是因为你严哥即摆咧查过去的真相，啊，我甲冠军嘛真希望会当知影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所以我才来甲你问啊。啊，不过，就算讲阿伯你会当证明讲比杨伯伯行绝路的是别人，你严哥嘛无一定相信我啊。反正伊阁认为讲我讲这话是咧替阮妈还阁有大伯脱罪。其实庆良的死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事才不能怪任何人。不然，阿北明天陪你去找丽妍，大家面对面把事情说清楚了。不然，带着仇恨活着，只会挑起争端。如果能劝他把心中的恨放下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谢谢阿北。你若是哦，会当替我考考丽妍哥，安尼是上好。我嘛无希望伊因为顶一代恩怨牺牲家己的未来。好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不然明天阿伯陪你去找丽妍，把事情说清楚了。多谢阿伯。明慧讲完了。都离不开杨丽妍，伊的心肝内就是无法度把杨丽妍放落来。啊，若是你伫甲伊求婚的时阵，伊无要答应是要安那？啊，到时阵你就会足受伤，而且足无面子的呢。啊是，我先甲明慧讲，你得准备要求婚啊。他打一个预防针保险。讲，我今日介所在伫遮啦。嗯。啊，你就叫我讲时间啦。嗯，好，我无问题。你的建议哦，安尼更加好，也更能吸引读者们的目光。先给你讲好，我来带你到。多谢，不用。蔡小姐，大驾光临，你知影有啥物事搞？我知影恁咧查杨伯伯当年自杀的真相，拄好就算阿伯有来台北，我带伊做伙过来，想煞甲恁说明一下。我是真感谢恁愿意走一撮，请。对啦。大，你交代的代志，我有先去处理啊。好，你去。啊。
讲罗胜海当年开造船厂的时阵，你伫个公司做总经理，敢是？是啊，我会把我知道的毫无保留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愿不愿意相信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假使阿爸想要问嘛真相，你就别着急抓。所以我想要听阿爸讲所有代志。没问题，尽管问。我想要了解阮爸当年先怎会当伫个外口欠遐尔侪钱啊？你爸就是太过理想主义，才会误上贼船，落入别人设下的陷阱。阿姑，这阵啊，你只听到外口讲什么好的材料，搁较贵的，你就进去卖。问题是，咱公司，哎，这是接的拢是小洞山的渔船，敢有需要人家这么好的材料哟？小洞山的渔船都不是船身啦。你敢知影啊？一只船出来出代志，造成偌济人偌济家庭危险，你知唔？我只是就事论事尔，你敢有需要遐尔激动呢？我嘛跟你就事论事。你敢知影有偌济人靠遐个船来吃穿呢？啊，敢讲你唔知影造船的重要？咱敢明仔凊彩找工人来做，那造成第二个危险要安怎？多谢高老板这么听话嘞。哎呀，你免跟我客气啦。啊，飞弟哦，啊，你也唔是讲无签借条，还是本票给我，呀？啊，做生意哦，有借有行，啊，这嘛正正常，啊，我嘛无吃亏啊。哦，来，我爱偌济数目，哦，你家己听。高老板，我看我先写借条给你好。你家己看哦，从对面迄张是会计算出来，啊。我要退股，你该还我的资金，啊，佮你今年甲我借加上利息，总数你都要看好哦，啊，唔通死搞，佮讲我甲你骗呢，啊，哪会这么侪钱？你看，你起码是唔肯认错，我警告你哈，这条线，你是有当想要走？啊，唔是讲火烧吗？哪会溜线？你唔知哦，听讲在许一个人呢。真啊假啊？莫怪来打条哦。迄工厂哦，人打条，唔是要关门，是要破产啊啦。应该啦，许一个人呢。不是诶，迄工厂头尾一工到阮做，就换好换诶草，结果咧工厂嘛说乱糟糟啊。啊，像这款无良诶头家吼，就应该各界破产较对。真诶啊，无天许啊，要许哦。杨贝贝当年会走投无路，就是被人骗去借高利贷，变一直借钱，啊，所以这份下坑就愈来愈大。你讲有人超过骗阮爸去借高利贷，那你敢知迄个人什么人？当然知道，那个人当年在旗津的名声很坏，不但贪图自己伯父的财产，连自己的堂弟都软禁起来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火烧船事件，也跟他有关系。迄当阵，我妈甲德尚阿伯去伫迄个船顶管想要调查，结果煞火烧，差一点有烧死伫顶管。迄个人叫啥名？高山。阿伯，你去讲一下，迄个人叫啥名？高山。他的伯父就是当年在旗津很有名的地头蛇高明。高明贵，你是识三叶人吗？可能。阿伯，你干嘛搞事情？这不是立德吗？他怎么会跟这人在一起啊？这个人现在是立德的头家，常州贝贝那间厝的建案也是因做伙合作的。根据我之前查到的资料。这个建设公司的高老板，伊甲迄个胡哥，还咧坐甲迄个啊，因的关系真密切嘞。原来当年放荡来必须阮爸，啊，佮有制造火灾害死周贝贝后壁主使者，拢是同一个人。欧巴。